人类性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必要，不是说完全不好看啊，就是我也找不到它特别好看的点，就是没什么记忆点，你知道吗？它也不是不好看，但是就没有到很好看。我是看完了，我也没快转。应该说，但蜘蛛子的那条线真的是太，真的是优秀太多了、啊。可能人类线并不会到很差，只是他的对手太优秀而已。鬼灭我就真的觉得就很帅，但好看吗？我觉得见仁见智哎、欸。我一开始对他的期待很高，但是实际看之后，完全没有符合到我的期待，反倒是剧场版才符合我的期待而已。可能是我给他太高的期待，因为大家都很推啊。那我看完，我其实觉得没有到我心中那么期待。直接车上去了、啊，永恒初心应该是完蛋了吧？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聊过吗？就是他的整个策略方针，在我眼里都是不好说的，都是就反正我也就这样讲了。但我一开始超级挺初心的，但是现在完全我也不想说了。我也不看好他了，他就是这样，没办法了。他就算后面做到100分，也就那样了，因为前面扣太多分了。我只能跟你们说，蓝陪伴魔力才是最赞的。人生获得大赛亚军，我记得人生上好像常驻冠军不是？超过100分也没救，超过100分至少1000分吧。但是他1000分、2000分跟我无关啊。如果我今天不抓外挂会怎么样？不抓外挂。不会怎么样。闪电霹雳车，好哦。我其实也很喜欢闪电霹雳车。我以前甚至把我的脚踏车取名叫阿斯拉。小时候把我的闪电笔，把我的脚踏车取名叫阿斯拉。其他魔力师傅都外挂吗？这不需要外挂、啊，这里就可以直接，他有内挂啊。其他地方我是不知道啦。陪伴魔力你不需要外挂，因为根本不用外挂，它本身就有内挂给你用，自动战斗。大推啊！因为怎么讲，
就很简单，就是怎么讲，你在政府玩的这么辛苦，然后没有人，那玩他干嘛？挂起来一定会比较多人啊。我超喜欢阿斯拉的、欸。啊，我前阵子有在看那个魔动网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。只是魔动网只有人家那种上传画质超差的那个。昨天跑去看魔动网，我没有看完啦，我就只是怀念个几集而已，因为那个画质我真的吃那个人家上传的画质真的吃不下去。我超喜欢魔动网的啊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说真的，我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怀旧动画的原因还有一点，我觉得以前的动画那歌都超好听的。你先不管动画内容怎么样，那歌没有一首难听的啊，以前动画歌不都超好听的吗？你现在听到以前动画歌，就会知道哦，这是什么动画？这是什么动画？你现在听现在动画歌，你会讲说奇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有听过，但是不知道什么。我有买过啊，以前那个临时玩具里面还有小的魔动王啊。你是火之魔动王吗？然后地之魔动王跟风之魔动王。哒哒哒。噔噔噔！超好看的，受不了了！我长大以后我要去当魔动王。有啊，霸王青果汁不是吗？那是 NG 骑士柠檬汽水不是吗？霸王青果汁妖精西打龙那个啊，拜托，那个怎么可能不看啊？怎么可能不看？给我一个不看的理由，不可能不看吧？灯笼镇的那个《魔神英雄传》，我有看啊，
什么都没有看，怎么可能不看？一定要看的吧，对不对？养殖系统，真的是，可是我分不，我觉得都很好看，要我分出一个。我还真的分不出来，因为我觉得都太好看了。哇，到底呢？完蛋啦，我现在遇到一个瓶颈啦，我要打碎片。真假的，好，没事，好险，至少我们看过、啊。以前就是那种机器人的那个啊，机器人的动画就真的很屌啊，超多人喜欢看机器人的。对哦，我可以开用魔箱，我都忘记了。我忘记幽魔像存在了、欸。后来的元气小子跟那个绝对无敌雷神王，我也超喜欢的。绝对无敌雷神王之后，那时候大家还把桌子拼一拼。啊！疯了，我们真是疯了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？没道理啊！啊，现在都2021了，学校还不会变形，到底是想怎样啊？2021了，学校该变形了吧？学校为什么不变形啊？为什么？2021年的学校还不变形，真的是进步啊！要进步啊！这很重要哎、欸。我应该给他们一个进步的理由、欸。不觉得学校应该要进步了吗？哎、欸。奇怪，我怎么只有加三只？那我还有一只跑去哪里了？欸，我这只有鳞片啊？什么时候打到？还是我看错？我瞎了吗？这只有鳞片，这只也有啊！打了两个啦，我打了两个啦，好险，没那么衰啊！好。没事没事，我想说怎么都没看到。你要传给腿看你的生日照片，没问题。
你想直接传在 LINE 都没问题啊。欸，你那个生日蛋糕旁边那只狗的那个怎么那么帅啊？看得好想吃哦，我其实也蛮喜欢吃蛋糕的，就是这么无情啊。欸，水啦，又打一只了，又打一只了。他真的很无情欸，他超猛的，他超猛的，哇！你们来撑哦，别撑的啦。我是不可能，不可能回去了。怎么在师傅玩魔力玩蛮久的啦？是啊，三只。哎、欸，这只也有了，碎了。只差本尊。有自创技能吗？有，绝对是你气功弹。太猛了，真的是太狠了。无情蛋蛋，我现在不能学，我喉咙好痛。他这个速度快到我已经不知道我有没有打到了。他这个速度超快。有了吧？啊？还没、欸。这个速度我看不出来到底我有还是没有，欸，这个速度我真的看不出来啊。这个速度你们有谁看得出来有没有打到吗？欸，有了有了，谢啦 ，Thank you QQ， 我要五个，你自己去扁了，我要扁他，这肯定我要自己跟扁他的啊，烂命一条啊，我这个烂命一条，绝对直接要请他吃粗饱的。谁有开我也是没办法看啊！我现在就
弄影片，然后弄影片，然后弄影片，我就真的没有，我没有，然后礼拜五、礼拜六开个台，然后弄影片，就这样，轻松啦。让他吃我的铁拳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是一级啊！我81等完全没有输的可能性，你知道吗？除非他一口气把五个干翻，不然他不可能赢我。咬他就对了，让他知道谁才是坏狗狗啊！太简单了吧！被我的来福咬死了。谁才是真正的坏狗狗啊？你就要倒了，你说哪一个？你说初心哦？他会不会倒？我是不知道啊，因为。反正我也没有很关心他了。我是不是每只都有点啊？应该有吧。我稳一点好，我稳一点好了。不然等一下我还要重打一次，我就哭了。我要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坏狗狗。逛一下好了，好久没来了。